张鹤山，秦皇岛市铸造营镇的一位普通农民，从1978年起就开始守护着程子峪村附近的明长城。我叫张鹤山，今年63岁了，我就在长城脚下出生，长城脚下长大。小的时候就听老人说我们祖先是义乌的，当年戚继光从浙江义乌把我们带到这一带修长城，然后又守长城的。400多年山海相隔，远在浙江中部的义乌就成了传说中的家乡。2001年，张鹤山在长城脚下的矮树丛里发现了一块墓碑。光嘴头说呀，这么多年，所以我就一直想找一个过硬的证据来证明我是右边后裔。墓地里他也有一些碑呢，碑上是不是能写在记载这个东西呢？我拿着镰刀钻到那个大山里边去，你想多少年我在那杂菜丛里，我终于发现了一通。我就拿着胳膊这么一蹭，上面就露出了一行字：原籍浙江金华府义乌县人士。哎呦，那得我给我乐得要蹦高了。那个从山上拿起镰刀就往下跑。墓碑上金华府义乌县的文字隐约证明了长城脚下义乌兵的血脉传承，他们的祖先就曾经是彪炳史册的戚家军，而这支军队的领头人就是戚继光。2018年3月，浙江义乌，刚退伍不久的朱俊磊正在参加一年一度的民兵连长集训。科目：队列训练。希望同志们在训练当中发扬无人机的传统。朱俊磊是义乌赤岸镇人，2015年秋天入伍。退伍以后，他就跟着父亲一起操持家中的小生意，干起了五金加工。朱俊磊2017年秋季退伍，虽然已经离开了部队，但他把军旅生涯中的记忆都保存着，包括刚入伍时母亲写给他的信。孩子，妈妈相信你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一定能把你锻炼成一个能文能武的合格军人。就我们小学的话，就组织春游啊、秋游啊那些东西，都去和戚家军纪念馆，感觉都是特别的威武，特别的厉害。在义乌当地，有不少像朱俊磊这样的年轻人，都会选择去部队历练一番。孙子兵法有云：其疾如风，其虚如林，清烈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与倭寇屡次交手，戚继光意识到要完成抗倭大业，除了武器装备、战略战术，还必须有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时势之意必有忠心，堂堂权者岂无才勇。戚继光正式向上司提出了练兵的要求。机缘巧合，恰恰就是在浙江义乌找到了让他满意的兵员。
义乌，位于浙江省中部，东南北三面环山，自明代以来就面临人多地少的困境。浙江义乌贝垒村的八宝山山势不高，至今还留存着明代的矿产遗址。根据义乌县志略，他说是明朝的时候开采银矿，后来叫这个没有开采，主要叫这个荒废掉，就荒废掉在这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矿洞，却在嘉靖37年的冬天，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为了护卫矿产不被外乡人盗挖，义乌贝垒、赤岸、茅店各村镇的老百姓聚集在一起，表现得十分团结且彪悍。正在为兵源发愁的戚继光听闻此事，对义乌人那种同仇敌忾的精神颇为欣赏。嘉靖38年9月，他来到义乌募兵。古老的义乌大地有着独特的地方文化，勤耕好学，刚正勇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种下的这个民风也是不一样的。义乌那一块的人呢，他勇于拼命，这是一个特质。同时呢，那个地方的人呢比较淳厚。其实戚继光呢，他也讲浩然正气，就是这个浩然正气支撑着你到战场上勇敢杀敌，不怕牺牲。义乌佛堂镇贝垒村，这里的水路与金华、浦江等地的官道相连，曾经是明清时期一处颇为繁华的古村落，至今还留存着许多街巷和古建筑。这里的人们都知道戚继光在此地募兵的故事，村里的活动室也被布置成了义乌兵展示，墙上挂有戚继光的画像，以及其他几位义乌兵中的贝垒级将校，最著名的就是陈大成。在当年那场争夺矿产的械斗中，陈大成以勇猛强悍出名，他应征参军，追随戚继光的故事更是被演绎出了许多精彩的细节。义乌人津津乐道于二人有过一场拳脚较量。作为军门后裔，22岁那年，戚继光曾在山东考中武举人，并前往京城参加会试。他一向反对花拳绣腿，在他的绩效新书中有一套拳法，后人称之为32式长拳，也只是用来让士兵们活动手足、灌勤肢体的。而这位在乡间颇具号召力的陈大成，自然有一副好身手，但戚继光更为看重的应该是义乌人的勇敢、团结和彪悍。在真实历史中，戚继光和陈大成是否交过手，已不得而知。但戚继光在《尚书·练乌伤兵役》中这样写道：“即今简练训习，即一旅可当三军，何患无兵也？”陈大成、王如龙、朱文达、陈露、吴维忠、
冯子明、娄大友，这些都是跟随戚继光征战多年、青史留名的义乌籍将领。而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戚家军中任千总、百总的将领，有许多都来自义乌贝垒村。我是贝垒城市的二十二世孙，陈大成是他是十四孙。这个是我们村里的古村图，它是从家谱里复制出来的。这幅图是嘉庆年间的一个风貌。陈江斌，佛塘镇贝垒村人，自2003年开始就热心于家族宗谱的搜集和编撰，对戚家军与义乌兵的故事也有着浓厚兴趣。编辑城市家谱的时候呢，也在关注着义乌兵，我也跑了周边的这些家族，发现他每一个家族里面都有这些人物跟随我们贝垒城市参加戚家军的啊。因为我们这些将领呢，职位呢没有戚继光这么高，很少这些资料，所以要一定要查戚继光的年表来跟他的有关的书籍，才能查到我们这些家族的这些将领。陈大成那一支呢，他在我们家谱记载了五六代之后呢，他就失去了联系了，可能是在外面安家了，就是。2018年的春天，义乌市城西街道的河畔山村也在组织修谱，陈江斌特地赶去了解一些义乌兵的信息。嘉靖38年的这一次募兵，让4000名义乌子弟成为了第一代戚家军。不过，戚继光鉴于练兵的经验，也为踊跃的义乌人设置了门槛。戚继光选兵，首先是要朴素粗壮的乡野老实人，次一等是上过战场的人，而那些肤白体弱的城里人，对官府无所顾忌的人，一律不要。这一次的选编自上而下，首先是挑选带头的少官，然后再由少官选少长，少长选队长，队长选士兵，让部队里每一个人都为自己，也为自己的战友，为整个队伍负责。在浙东山间，今天还留存着迎大旗的民俗，旗杆高36米，旗面面积约为600平方米，差不多可以覆盖一亩田地。几十个汉子各司其职，齐心协力，才能竖起这面龙虎大旗。关于这一民俗的起源有许多版本，一种说法就是戚继光曾在夹溪寨一带抗倭，令旗上就绣着龙虎纹样。山间还留存着明朝时期的兵寨，据说也是为防倭寇入侵而建。而当年戚继光在义乌募兵，就曾在仙顶一带训练将士。戚家军成军以前，像陈大成这样武艺高强的士兵，自然是众人敬仰的英雄好汉。但戚继光却认识到，战斗的成败并非取决于个人武艺，新兵们需要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集体感和纪律性，以为将来真正的厮杀打下坚实的基础。如何练兵呢？戚继光在这方面呢，
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他还更推进了一步。而关于这个军事，就是练兵这一块呢，现在咱们叫军队建设。军队建设呢，就是这个戚继光不仅有成功的实践，而且呢，在这个成功的实践基础上，把他那个思想给托举起来了。你比如说，他练兵，他讲究练耳目、练手足、练胆、练心。从耳目就是听命令，手足就是武艺，练好武艺，而到了胆和心就升华了。第一批募集的4000余名义乌兵，经过戚继光的训练，后来在台州取得9战9捷，戚家军的威名就此传扬。而长城沿线的那些义乌兵后裔，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在沿海抗倭斗争结束后，又跟随着戚继光调任蓟镇，戍守长城。筑巢营这地方啊，过去他是戚继光是训练兵的地方，那时候来说呢，他起的名字他都叫这个营啊、口啊、说峪啊，他就在这三种名。戚继光征兵是从义乌，我们老总们跟着一块过来的。到了我的代是从25代，义乌许家寨那个排的家谱。许国华，筑巢营镇板场峪村的农民，也是义乌兵的后裔。这些年他一直在为古长城的保护奔忙。这一天，他听说又有老乡在山间找到了一些老物件。找条狗呢。管理哥，从哪路来的你？从药跑出来的吗？这个铁蹄子，在戚继光的时候，他们都骑兵了是吧？他们撒的东西，撒哪都有，还有铁球。给你吧，我要他。给你吧，我要他啥用？那你不要了，你就给我吧，这不挺好吗？是吧？我没白来，你这玩意儿。收了以后都知道我收这些东西，他都会给我打电话，跟长城有关系的。跟义乌人义乌兵那个有关系的我都要。在当地文物工作者的支持与帮助下，许国华修建了一座长城文物陈列室。这个碑是我们是2014年出的一块残碑，又是分成6块，戚继光领什么总督啊等来的参观来看检查这个长城质量，他说都是一个祭祀碑，人们都是在长城脚下住这么多年，都以为这些东西都没啥用，是吧？现在跟过去是不一样了，能把这个东西都能留下来，能给后人看。400多年前，跟随戚继光来到这里戍边的南兵，以义乌人居多。戚继光认为，北部边防也有着多变的地形，而山战、古战、临战之战，唯有浙兵能知。他亲手训练起来的义乌兵，能够很好地贯彻他的战术。在戚家军中，所有军事条例必须背诵，不能差一字；所有指令必须要经由指挥体系下达。各项战斗技能只需要运用直接有效的规范动作。义乌兵中的另一位杰出代表吴维忠，曾是戚继光的左膀右臂，老家就在义乌城西街道的吴坎头村。乾隆年间建成的吴氏宗祠在2013年得以修复，并改建成村中的文化礼堂，吴维忠的雕像就矗立其间。一路追随戚继光南征北战的吴维忠，在万历年间还曾带领着南兵前往朝鲜与日军作战。朝鲜宣宗实录曾记述，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维忠之功最高。当时的朝鲜丞相柳成龙也说，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计，皆胜于倭。
战功赫赫的吴惟忠后来被大明王朝封为金吾将军，而他在蓟镇一带修筑长城的经历也为人所津津乐道。吴惟忠你知道吧，他修塞关的老龙侯，他的后代也就是明朝万历年从塞关搬这儿来的。我爷爷那时候我还是在七八岁吧，他说杠上一声，我什么叫爷爷，他说那个咱的祖籍老家是浙江义乌的。驻操营镇董家口村的养蜂人吴玉九也是义乌兵的后裔，早年间他就一直在寻找关于家族渊源的实证材料。2011年，从族人口中获得了一些蛛丝马迹，他费尽周折，终于搜寻到了散失多年的家谱。原籍浙江金华府义乌县，于明万历年，过山海关，护守长城各口门，事后落在董家口，这就是历史根据。戚继光与义乌兵的往事，已成为长城脚下不朽的传奇。秦皇岛市境内300多公里的明长城沿线，都有驻守长城的义乌兵后裔聚居。逢年过节，他们聚在一起，聊着聊着，还会说起回浙江寻根的故事。这时候把家伙拿回来以后，王正好找了个碑，跟他那边写那个家谱的字一样。我说他回味磊村的敲锣打鼓，那家欢迎他，我去那大场面。浪费雷你，你都去了，完了这个家谱你也拿不动。不是头运回来的吗？大铁箱子吗？大铁箱子。董家口村的陈庆奎，2010年前往义乌老家，带回了贝磊陈氏宗谱。在义乌兵故事里最为抢眼的陈大成，就与他同个宗族。这是浙江义乌贝磊村陈氏家谱，一共39本，是400多年了。这就是我们老陈家的陈大成。就是我上义乌欢迎仪式交接这个家谱的过程，这个都得好好保留。尊敬的陈景奎同志，让我们先代表本村的陈氏族人，向远在长城脚下的原义乌兵后裔向您问好。戚光到义乌招兵，本村就有许多人应征入伍，又随戚光转战到河北省的长城一线，在担任修建守卫长城的艰巨任务。从义乌征兵开始，戚继光一心练兵，在他心目中能够保障生民、捍御内地的军队，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意志，要勇敢、彪悍且诚实。带领着新军，他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军情和江南地形，创立了新阵法。长城万里英雄事，戚继光的传奇故事还将继续。